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像某玩游戏是侠客风云赚钱赚又名录第二期。那我们这一期的主线关卡终于出现了，叫做塞王府图穷匕首线。与阿庞联手退韩斯两名杀手后，孟婆断定欲对风都不利的幕后黑手乃是天一城。然而天一城行事隐秘，难以锁定。为了找出天一城的所在地和背后的意图，孟婆决定孤身一人潜入佛母所在的后金国打探。喂，听见什么声音不？哪有什么声音，少扯犊子，专心站岗。那灵姑来了这么多次，这次可要带走一批人。我那些跟着去的老铁没个回来，也不知给他们带哪去了。这些邪门，说不准金阁就是你给猎取哦。谁在那里胡扯了，去也是你去。风雪之中，但见孟婆几方众院翻过高墙，三两下便窜到王府窗外。玄机已经败露，我们得立即行动。怎么回事，风母？先前不可不是都计划周全了？难道你的计划就和普莫勇错湖的薄冰一般，被他们轻易看穿的吗？哼，本王可不懂天一城为何要大费周章，想拿下丰都的天王教，凭引组织的实力杀之夺位，不是很简单吗？严丹生、厉苍龙，他们都是有着无比人望的领导者，就算将他们除去，跟随他们的部下也势必不会为我等所用。尊主想要的是控制，而比起根基稳定稳固的天龙教，丰都心力竟然又与黑种罗王那倭贼打得两败俱伤，我们更有机会。可那天杀的女人把我事前的布置都搞得一塌糊涂，现在的我在丰都已无容身之处，若再拖到严丹生出关就没有机会了。所以才赶着要本王出兵吗？好吧，不过先前答应的事可别忘了。这是自然，除了圣女的大师婆金，王爷要的九阴真经，我等亦派遣杀手鹰进行搜罗。真经与他有些渊源，想必不出多少时日便能找到下落。这个鹰不会碍事吧？待真经寻到，王爷若觉得他碍事，将之除了也无不不可。区区一个杀手，我等不会过问。哈哈哈。好，过当脆，我们到时便依自己的判断行动。我土方国的条件也别忘，有后金国和土方国准天一城后盾，就如同流窜虎跳峡的金沙江，狂澜迅猛，无人能挡。赫陀，你无需担心，尊主布局一城，到时天下大乱，自有你土方国可乘之机。且慢，父王，容我问他一件事。问吧。据小王所知，在你投身天一城前是那位圣女的侍仆吧？不错，但你却能够面不改色地将她卖给我们，其中原因小王可是好奇得很。对我而言，她根本不是什么圣女。哦，我的圣女大人从来只有一个，而她为了救那愚蠢的女孩而死，我也永远不会承认那个女孩，她的身上沾满了圣女的鲜血，她是罪恶的化身。我本想完成圣女最后的命令，护送那孩子到穆王府之后就杀了他，并追随圣女而去，但是尊主的出现让我看到新的未来，他的存在超越了圣女，如此出神入化的武功，如此精妙绝人的身法，古往今来再无第二人。真有这么神奇？伯母所言就像拉加巴瓦峰上变化不定的云海，惊异神奇，更让小镇对这位尊主更深好奇了。等到你们亲眼见识到尊主的本事，心中就不会有所怀疑了。能够遇见尊主，扶持尊主，一定是圣女大人死后给我的安排。我佛母死生必为尊主所用，粉身碎骨，死而无憾。啪啪啪，窗内传来夸张的拍手声。哈哈哈，好一番慷慨激昂的告白啊。你既然这么怨恨这位记恨圣女，想当然不会对小王之后怎么处置他有意见吧？哼，这是当然，小王也想怎么做，我都乐观其成。来人，召集兵船。是，伯母，你说的阿比岛。
正是，如今岛上除严丹身外，只余一名头领和少许教众护卫。王爷的大军配合尊主突施偷袭，必能得手。即便丰都已对我有所防备，只要尊主成功控制严丹生，要让他们乖乖听话，是易如反掌。时光如同那不错的融冰，一去不复返。我等当即立刻行动，请助炎黄。他们要偷袭大哥，我给担紧。风中有意，大雪低雨，外头是何人？不好，孟婆翻身倒药落在庭院，正是提气急奔，眼前的人影却拦住了去路。如果这边战败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额外剧情？应该不会吧？孟姑娘，别来无恙吧？哦，这位就是丰都的孟婆吗？不但艺高人胆大，还是位美人呢。女施主在这不怕一时半刻，这种亲身功夫就好似刚地世上的学霸，神出鬼没，敏捷灵活，小真佩服。后秦国的王爷，还有土方国的方针，冯母勾结这些帮手，都身负绝世武功，是我大意了。伯母怎么样？既然抓到了，直接杀了吧。这是当然，这女人孤立无援，落入咱们手中，这机会怎能放过？国王，伯母说了，你们时间挺紧迫了吧？这样吧，那我来对付她。也好，伯母正是要紧。可惜不能亲眼看着你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啊，孟姑娘。这女人精通暗器和轻身功夫，小王爷务必提防，莫给她偷袭得逞。伯母，你当小王是什么人？小王知道怎么对付女人，好好享受最后的时光，孟姑娘。你们几个给小王退一下，守在城墙，小王要亲自会会这美人。是。美人，小王呢，在这给你机会，只要你赢了小王，小王就便放你离开。但若是你输了，这余生可就得死在床上服侍小王。怎么样？那妖女千方百计想助你死地，可这么一来，无论如何你就能活下来，对你来说也不亏吧？美人若是怕受了皮肉伤，束手就缚也行。哎呀，小王会舍不得伤你冰肌玉骨啊！小子，这天寒地冻，倒是没碍着你的舌头了。哎呦，美人的眼尖针尖啊，本小王灵活的舌头，你可要好好试一试啊！好。待会将他割下，看看还是否能这么灵活。来吧，美人，让本小王看看你曼妙的身法。一打一哦，你完蛋了。好，然后这边好像有隐藏道具，我找一下，找给大家看。先离他远点。混账东西，就凭你们这些贱民，也敢与小王作对？好像在一个门口外面。是吗？是门口外面吗？好像不是欸，我是走错了。好像不是哦。好像不是这里，好像是这一个。这边的位置。小美人，你才死王和丧小王，小王的心造准了。字儿，你刺是不刺？啊！别烦我啦！不是这一个吗？好，是这一个。这是。OK， 这两个道具那个商店都有卖啦，其实所以还好。好，我们把它干掉吧。嘿呀，孟婆身形飘忽，束手连指，但听风雪中嗖嗖声响不断，刚才自四面八方射向王爷刻刻。哎呦，美人这道贼辣，那么小王这手如何？刻刻墨韵写到正气，脚步一踏，竟是左弯右拐，曲折离奇，单刀领会，躺在路上数日干斋。直往孟婆逼近，
这步伐鬼魅异常，是何来历？孟婆看准特克刀路，连发数簪，趁着特克舞刀格挡间隙，从死角窜了出去。厉害厉害，美人儿当真身法卓绝。再来，小王看得不够，再舞动你那美丽的姿态吧。哈哈哈哈。美人呢、啊？你可真不手软，竟敢伤了小王！小子，看招！克克身披素创，半跪于地。孟婆抽了一支钢钗，毫不犹豫刺向克克。克克将刀忽地一晃，孟婆只觉小腿一阵剧痛，随即摔倒在地，腿上不知何时已多了一处刀伤。我靠！我快死了、欸！哎呀呀，疼吗？美人，你还真以为小王会让你拍拍屁股离开这吗？你的归宿只有一个啊！小王的龙床啊，哈哈哈哈，龙床，这孟婆抽出钢钗，四下直出，手往药穴，却给克克拿住。美人别急，咱们把剩下的精力留在小王床上。臭小子，脏手给老子拿开！敢碰咱家妹子，找死！克克从身后两股精力扫到，心下一惊，不起回防，只得。撇下孟婆，翻了个滚避开。什么人？老广，罗刹，你们金国狗贼，受死！小王爷，丰都的贼子杀杀上来啊！可恶，他是什么？妹子，能动吗？暂时是走不了了，可我的手还没废。哈哈，那妹子在后头看我和臭水是大显神威吧！来人！护好咱们家妹子，孟婆大人，咱们先给你包扎伤处，多谢。可恶啊！来人，给小王家他们全杀了。后秦国的贼子，混入老子船队，再做火药就是你们吧。今日就叫你们连本带利加倍奉还。OK， 不管你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，并且杀了你。其实只要把那个王眼克克干掉就可以了。八方长刀式，哎，那不是老胡的招式吗？那我们抓几只吧。走了，哎，
为什么有些敌人打完之后好像会受伤啊？我们自己会受伤，因为孟婆刚才不会死。小美人，你才舍不得伤小王，小王的心早死了。你刺是不刺？没关系，我们还是很强的。呸！瞧下这狗屁世道！谁还与朝廷那帮龟儿子一道？曹广奋起一脚，正中克克背心，克克丈夫受创，吐出一口鲜血，向前跌去。传！罗刹摇摇枪，找在前头后者，枪头一抖，捅进克克胸膛，当场将克克刺得前后对穿。小子，下十八层地狱去吧！孟婆束手一挥，干柴破空而出，不偏不倚刺进克克的咽喉。啊，好可怜哦！前传被干掉了，然后再幽冥路也被干掉。OK。小王爷，小王爷死啊！啊，投降投降，咱们投降，咱们是为养家活口，求求各位鬼差大发慈悲，饶咱们小命一条。嗯，放下兵器，饶你们不死。是是是，待会会丢我兵器，多谢鬼差饶命。给你们两个选择，不想再碰枪刀了，乖乖回家种田去。无田可种，愿意跟咱们丰都一块济弱扶贫、护民抗贼的，报上身家，收编入伙。去他妈的上王爷！老子侍卫干了十几年，一家老小依旧挨饿受冻，没一点好处。冰天雪地的，咱家可没田，没田可种。鬼差大人，咱们入伙，咱们跟着鬼差大人干，跟着干，跟着干。不管在哪，这些百姓都是任上头权贵宰割啊！妹子，你可遭到那木脸？咱们接到黑白无常的消息，受你孤身一人来到这后金国，才带着弟兄赶来支援。敖广罗刹，咱们给赶紧去救大哥。救大哥。发生什么事？木年他妖孽勾结了后金国的赛王爷，还有一个土方真人要上阿比岛偷袭大哥。妈的，是碰上咱们那个后金国战船。想不到这妖孽正如判官尼乌林所言，包赏获刑。你碰上了他们？他们大批船队往南而去，咱们那时怕打草惊蛇，偃旗息鼓，免他们正面冲突。可恶，要是老子当时留下一些人手牵制住，咱们还等什么？兄弟们，上船杀贼，营救大哥。慢着，木尼还提到一位天一城的尊主，如果猜想的不错，此人便是在云南突袭我等那边神秘老者。老者，此人当真击败了帮主吗？不错，此人剑术有如鬼神，我们给就用上苏俄战力，捎信给牛头阿庞和黑白无常，让他们准备后续增援。遵命。敖广罗刹，我们快。妹子，你脚伤未愈，救帮主的事还是交于我和马里。没有大哥，没有你们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不，我也要和你们一起救大哥。好样的，哪个敢伤妹子呢？小罗刹不将他和这金国小鬼一般退捅的对穿。嗯，咱们马上上路，小子们，羊房吃满风，往阿比岛。英雄帮主诛杀外贼，逆天醒阎王战辟邪。OK， 好，我们完成了恩仙关卡隐藏结局的部分了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集到这边就说啊，喜欢我们的话，欢迎到频道左下方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右下方把铃铛也打开，欢迎追踪我的粉丝专页，按个赞以追踪最新消息，谢谢大家直接收看咯，谢谢，拜拜。